这个 ID 命令课程真的会让我在未来，因为这关乎我们生命的时间嘛，会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它真的是让你去好像知道神在创造你的时候放了什么跟别人最与众不同的元素在里面，那个称为天赋，然后引爆。那我觉得在上完这堂课对我什么帮助，或者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我会更谦卑，然后我会更兴奋，好像也更年轻，然后我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加的聚焦，然后我会更想要爱神，然后追求神，然后使得我未来的生命里面每个步伐是更轻省，然后我的时间的使用上质量都可以更加提升，然后来荣耀神。